也许你并不清楚，马来西亚一年到头只有一个季节，那就是夏天。面对炎热的天气，他们通常会在小区里创建一个游泳池。游泳池是对小区里面住宅的人免费开放的。也正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并不多，即使今天我在周末下来游泳，也不会出现拥挤的情况。相反，这让我感觉这是自己的一个游泳池。好了，不多说，我现在要跳下去，享受一下做千万富翁的感觉。想说几句话了。那个跳水的镜头要不要让他一下？跳水啊？你在跳水的镜头。